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，在这里为大家推荐第三届台湾长笛嘉年华。第三届台湾长笛嘉年华将在7月2日至7月9日举行，届时会有国内知名且重量级的长笛老师参与指导及演出。7月9号会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会有成果发表会。这次我很荣幸接受邀请，担任7月2日开幕式后的第一场专题讲座，讲题是吹长笛真轻松，如何简单且有效率的练习长笛，分享多年我教学的经验与心得。第三届台湾长笛嘉年华，参加的年龄只要12岁以上，有吹长笛的基础都欢迎报名，欢迎大家的莅临哦。